随便推两个，或是对，你这样少推子，一个。白天我会没事情做。教主，我尽力了。你为什么不讲话？我很难过。我刚刚就在猜十二跟十三其中一个。那你完蛋了，我快笑死了。哦。哎、欸，嬷嬷很常当炸弹客哎、欸，哇，吓死！真的哎、欸，哇，还有谁是警察？剩一个是谁啊？现在不能讲，我怕有人听台。好，被炸了，十七十八。没有没有，你跟大发我随便选选一个而已。你是照着我的巨单炸了就对了，十八四平因为剩的人不多啦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投十四啊？不是有推单吗？十四哎，代码十四，为什么十八啊？十八是平啊，十八平推六，我应该没打错。后面拿十八平，对啊，十八平。我不知道那年年会踩到十四号题啊？哎，不是有推十八吗？十八平平，你们为什么不让微微下来陪我？哦，十八平，我会有你，我会跟平战吧。阿飞活很久哎、欸。对啊，你们不觉得他活很久很奇怪吗？而且他很安静。有微微吗？啊，冰山就他只在那边传球，就是有过。冰山一定有，啊，没有结果。冰山应该也是。我刚刚看着微微，我也觉得哪里怪怪的。怎么可能会平票？有人没投啊？有人没投啊？有三个没投吧？刚只有两个在投，结束。没了。微微啊，微微是不是不是，可是刚刚好人方是三票哎、欸。就是冰山没投啊，他自己警察不投，我的天！八八没投啊，然后反而是八去投。又开始了。虽然就算有投资，我原本也想看十四。哎，来啊！干。三号是具体，三号是具体。活太久有错，知道吗？哇哇哇哇！哇，好久没来了。一号平民，然后我推秀秀、秀秀猫之翼跟舌头。哇塞，你推太多了吧？还好啊，三个可以、啊。三个，就我七十二。我最多只推两个而已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因为不一定下面几万会有警察。我下晚有。表示你有职业啊，拜拜。我是护士啊。啊，你是护士哦。我心碎，拜托，快去、啊。怎么？我觉得他哭得好，哭得好像猫之翼是不是？好，猫之翼。猫之翼吧。那就下一个喽。就猫之翼才是护士，猫之翼哭一下，猫之翼哭一下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听你哭，完了，快点，我按确定嘞，我按确定了，他不哭了，哇，我的是啥？哇哇，你哭有用哎，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救人而已，就按了，按按你死，是他没有出现一个很怪啊，我直接被炸死 ，QQ， 拜拜。你还是玩不到哎、欸，天啊！哎、欸，吵架，下去吧。嗯、他十二。再是谁？十二。猫之翼跟谁？十二。哦，舌头啊。啊？为什么会有十二？那个舌头啊，他老居给的老居的单、啊。不要再乱喊我，他是平民耶。不是啦，请单是你啊。好好好，不要你，不要你，不要你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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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不要吗？那还有谁啊？十哦，没了。啊，优越不在哦，没人挡到。阿哥吗？十号。
为什么平民呢？谁十号？为什么要平民？那就关了。我警察。你警察？你警察？谁警察？你警察？谁？母母说他警察。好，那就关了。十号了。哎呀，可恶！哎，还拼命呢、啊，还拼命，真是哇、啊！有狙，手速不够，手速不够快，对，手速快。哇，这游戏手速真的是很重要，手速很重要。啊！哇！狙弹有事，推弹有事。推我不干我的事，我真的是平民再不过的平民哦。G 四啊，嗯 ，G 四，嗯，这个，所以我是平民，嗯，我是平民再不过，平凡再不过的平民。你想看，有可能。两边都有我就不正常啊，就表示你也有职业，上一场也是有两边都有职业的啊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了。这样猫猫你是不是有感觉了？刚刚踩了他是不是代表？哎呦，来查我。哇，哎，要不要被狙的没死，他有问题。干我别！哇！哇！还这么厉害！一起下来！我是狙你哦，我是被害的哎、欸！大爷！教主刚问带风向，可恶啊！有吗？你为什么要狙我？欸、你怎么狙我？不对，狙死了！哪来狙死啊？狙弹哪有死啊？狙死了。谁啦？我说狙死了。嗯，怎么了？狙系。哦，他们一号被狙掉，刚刚死掉是被狙的是一号。对。哎、啊，为什么杀手杀你，你说我还敢狙？哎、啊，折、欸、头跳了。平民没了，平民没了。为什么？折头断线。没有平民的。不是。吧？折头还活着吧？刚刚。他们潜水，潜水。两轮没按。舌头，你还在推塔、哦？舌头在推塔、哦？塔吗？在推塔、哦。四个警察连号，好可怕哦！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我蛮怀疑的。对啊，四个警察连在一起。九号的警察，我想说九号我已经查出来了，那应该是十一号了。啊！结果就两个平民都跳出去了，我等票。两轮，哦。没有把小当报名、啊，可是我在决定要按谁的时候就把我踢出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是超没有投票按废票哦。死的最无辜。对，一定要按，不然。看我当狙击都没针对你。谢谢你。好了，我又是平，感谢。那你为什么要先狙我？哇！哇塞！这个真的是哇！你这个真的不能说什么了啦！那么厉害，那么厉害！狙击是谁啊？不要推我！又是秀秀医生，秀秀又医生，刚刚他喊说我没玩过医生，不知道怎么玩。下去。真的要推我吗？真的不是我耶。第十七个月波浪符。那你哭一下，我哭一下就转票了，快点。你哭一下。不要投。要开麦又要哭哦，我们才会转票。不要投我。为什么我觉得他嘴角带着笑？为什么？他有点在微笑，为什么？他是不是有职业啊？职业想要玩。你是想炸一下？你会后悔的。你的裤有带笑意啊？你会后悔，所以你是说刚刚那里玩了之类的吗？你又不是木瓜。继续走。再见，世界再见。你什么？什么职业？什么职业？你是平民而已啊！我不会后悔啊。平民而已啦。我以为你是特工什么之类的。唉。拜拜。嗯。嗯。
走吧，孩子。Nice， 哇耶！然后互杀，互杀。哎干，下来吧。哇，砍推单这也是很有种。杀手傻傻的。好呀，所以是 T 四，推单十七啦，十七啦。平民加一，平民加二，平民加三，平民加三，平民加五，四嘞，四嘞，那我就加四吧，加四的，就会吧，加四喝假，哇，他真的是，哇，真的是平民耶，哦哦，啊嘞，阿杯的推单不好用，对呀、啊，他杀平民吗？杀平民专用。哦，自爆，自爆，再会。哦，自爆，我干，我好像知道杀手是谁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有点蠢哎、欸，如果他不跳的话，警察如果平民杀到平民就不跳了、欸。哇，哎、欸，平民要砍光光嘞、欸，要死光了啦。炸弹如果刚才不炸了，其实是可以平民、欸。警察做事啊，不然你不要再跳啊。哇，你也是警察吗？你也是警察吗？没有，是人员。靠腰啊、哦！哦哦，那就给他四人员吧。看来是被四的时候出卖了。怨念太深。警察可以准备了，不然是平要死光了。护士是干，跟我讲私人恩怨就舔我，所以奈奈是吗？他是，你们是查到我了啊？怎么可能会说私人恩怨？我们一开始就查你，嗯，只是因为我先被狙死了，我没看到结果。哇，要杀手升级，还剩两个。就杀奶奶了啊，白痴哦、喔！刚刚先点点。那剩下的两个杀手是？我刚没看到推单哦、喔。你就白痴哦、喔！对不起嘛，我就没看到推单呢、啊。赢了哎、欸。要看杀到谁吧。就是要杀到那个啊。杀到平民啊！如果他们这一。就是他们一定投老师，如果他们在拼，他们在找平民了。对，就你，就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没了，走吧。如果他杀到平民就，还有那个就赢了啊，就赢了，差不多了。但是还杀奶奶的话，一定打他。奶奶当炮，二分之一，赢了，哦、欸，中了，哇，中了，赢了。耶！饼干吗？阿姆丢私人恩怨，阿姆丢私人恩怨，没有，因为你已经被查到了。我知道啊，阿姆丢私人恩怨还踩那么快，然后我会看到上面那几个就警察一直跟着你一起投我了，就知道啦。就很快啊，那边一直在瞬间就直接锁定到的人。我要吃牛奶酥了。还想吃啊？可是柠檬酥片就比较不会碎掉吧？柠檬酥，随机选号。哇哦 ！OK， 还真的随机选号、啊。不用选，再选的。不用选，再选的。快快！因为刚刚秋秋在下面讲说，我都是用那个电脑抽号抽，那要干嘛？骰子吗？推单不要哭，推单不要哭。十一、十三，打字啊，要打。刚刚又喊了我了是吗？哎，我打平民啊！我真的是平民，为什么大家先？我平，十四、十三。我也平啊，一、一、三。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多按一下。苦了，鸭子。啊，还是平，他对。为什么？可以哭，哭我就转票。不真诚。我真的是平民，我有
光线，天哪！呼呼呼！好像是没有破掉啊，应该是没有吧。一三是妇幼还是家暴啊？家暴，家暴，家暴，家暴吧。妇幼专线。我们现在就在做家暴，不是吗？啊，我先吃个东西哈。哦，就好。又是老朱。好。走吧。哇，这医生。哇，哇，医生直接捅死。要被插死了，这医生。啊、不是，这医生又插死人了。怎么都插死人了？只剩一个警察，警察好可怜。超可怖的、欸，他好难玩。干，这个医生也不给推单，是不是低能？什么？他是警察啊？有两个十八、十四、十三，还是没查到哎、欸！我的天啊！十八、十八。哦，好多东西。你干嘛、啊？我在吃东西呢。啊，那下一次啊。好，好哦。下一次，这是谁啊？推单，是是推死。哦，感谢医生。哦，你可以选一个了。十三两票，十三选一个，十三两票，十三两票。有啊，推单有两个十三 啊，就跟那个秀秀的跟某某的双十三啊，就是十三线啊。啊？哪里？秀秀他不能打字、哦我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秀秀没，哦，秀秀秀秀不能打字，因为我想说他只有给一个十。哇，这次是什么？哇，反正我跟十一号是饮水了嘛。对啊。然后再来嘞，十三死了，十八死了，十四，十四，我是特务，你是特务，对，你是特务，我可以报名吗？你要选谁？谁？好，好，我相信你。哎、欸，我是平民啊，报名啊。如果说你是警察，你或是你哭，我就转票。啊，我哭还有用。啊，这回了。啊，没有就对。拜拜。没你。歪了，歪了一点。我连续查是。连续查四个都是平民，嘎嘎，干嘛？他竟然不杀我！我以为他会杀你、欸，我就蒸你了、欸，奶奶嘞！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房间变梦梦，房主是梦梦，梦梦怎么讲？没关系，他是 VIP 啊，特 VIP 啊 ，OK OK。他刚才谁离开的？谁走了？奶奶，奶奶啊，奶奶，为什么给我？没有，因为我刚不小心关到游戏。是 VIP 没错啊。对啊，啊有 VIP 这样就好了。他刚刚就说不小心关到了。嗯。所以房主就随便跳了。捏捏捏。你们还玩这个模式吗？对啊。你想玩什么？你们喜欢这个模式？他们很多是新手。只会玩这个模式。对，我一直会玩这个模式，还是要开始玩一下，玩一下别的啊。教学教学，要当然要基础才会啊。哎，他们才玩两天呢、欸，他们才开始学会骗人呢、欸。哎哎、欸欸，我们那边一开始就一开始就已经先去玩那个什么异度什么之类的、欸，那超难玩，好不好？超好玩，印度超好玩。我不信托我的会喜欢玩那个，我不相信。那个直接友情分裂了吧？对，没错，那个我想看别人被嘴。好呀。
那谁啊？不知道。路人啊，不管了，只是我们现在无聊在嘴而已啊。哦。哎，如果你进来之后再改成 VIP 制的话，可以吗？就是我们大家都在里面，再改成 VIP 制。不行，全出去。哦，会全部出去哦。对，我之前亲人就是这么亲的。乱亲的，哎呦。不是啦，之前也是开台湾，然后就是从就抢啊，因为大于十八个人啊。嗯。啊，就是我一个 VIP。而且加开台的那个就是剩十六个位置，他们就抢啊，我就重开啊，密码就先给开台那个啊。对啊。毛毛好搓，哼、嗯。你用过？好搓、啊。你只用过？好搓。牛奶，牛奶酥饼，好搓。他不是说牛奶，牛奶。好了，还我先关台啊，我先关台一点了。嗯。好啦。今天先到这样吧，反正最近兔窝都在玩奇乐啦，如果有兔窝的人也可以进来玩，嘿，就这样啦，感谢收看啦，那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，不知道会不会开。